亲爱的国际留学生和家长们，你们好。作为一名生活在基督城的留学生，我想对大家说，很遗憾，上周五基督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但经历了这次事件，让热爱这座城市的人们更加坚强和团结。在基督城生活，我不仅感觉到自己被接纳，更吸引我的是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简单的信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邻里的支持。我们张开双臂欢迎包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即使发生这次事件，我们仍然主张多元文化的共存。基督城符合我的所有期待，包容、平和、远离喧嚣、与世无争。我愿意与您一起分享基督城的安宁。如果您或您的朋友在经历过此次事件后仍感到不安或紧张，请您及时与校方取得联系，或致电1713寻求帮助。新西兰欢迎你，我们欢迎你。